综合面线一上桌，粒粒饱满的鲜颗，色泽入味的大肠头，配上滑溜的面线，让人看了食指大动。这间位于南京东路五段291巷口附近的蚵仔面线，虽然是庶民小吃，却吃出顶级美味。就觉得拌完还蛮清爽的，对，然后就觉得料还蛮多的。就是它蚵仔蛮大颗的，然后不会有那种腥味，然后它的酱料也蛮特别，而且它那个辣椒是非常的对味，然后它的粉也没有像以前那个外面的蚵仔的那个蚵仔真的粉那么厚，吃起来会比较入口即化这样。店内最受客人喜爱的是又大又壮硕的蚵仔，老板特地挑选东石出产，不大颗不买单，非得要给客人最好的。产品处理都很精致的，食材问题绝对都是有通过认证的，主要是要让客人吃的会满意，会再吃的会再想再回来再吃这样。算一算，蚵仔煎里面超过十颗肥美新鲜的蚵仔，用料好大方。老板学煮面线十多年，练出专业细腻的厨艺。他说家里人都做这行，他也绝不能让美味到他这里就遗失。每到用餐时间，店内人潮络绎不绝，不少人首次尝鲜后就喜欢上这滋味，每到店内必点一份大饱口福。店内还有贩售霸丸、甜不辣、米糕等，是不少在地人推荐的小吃店。老板亲切的待客态度，让消费者来此总不虚此行，享受好滋味。记者温俊，台北报道。